今天的话，便利商店买得到的韩国菜。他说他们辣酱是从那边来的。土壤的哪里来的？红城辣椒渣，泡在油。等一下。师傅，我问，他跟 Seven 这个选哪个？你问我这样子问的话，没有没办法成交，要付钱一定要成交。我的推荐是，안녕하세요，성능开箱了。现在真的非常多的地方可以买得到，还有非常多的商品在叉叔里面，还有便利商店里面，真的很是很是很是。所以今天的话，便利商店买得到的韩国菜，我要吃吃看，给我们的粉丝们我的意见，还有我的想法。我准备这边有三种饭，两个是 High Life， 一个是 Seven Eleven 的饭。哇哦，对，有一点尴尬，这样子的话，怎么说呢？看得出这个是最小的，量是最小的，价钱是最贵的啊！我告诉你们，这个是三元 Gardens， 还有他们其实还蛮有名的卡洛店的，在韩国。他说他们辣酱是从那边来的，土壤的哪里来的？红城辣椒渣，这辣椒渣基本上不是韩国过来吗？所以他们是其实有名的，还有好的餐厅的，真的。里面有什么？饭跟炒猪肉而已，这样子有一点可惜啦，有一点小，有一点小。你看这边的89块钱。但肉蛋白质，罗西已经这边的量超过了。你看肉、海苔、豆芽菜，还有泡菜 ，CP 值高。还有这边的话，韩式炸鸡，炸鸡其实炖饭。哦，我想一想，韩式有这个菜吗？春春炒鸡的，春春炒的是炒鸡啊，不是炸鸡。所以我觉得啊，这样的感觉。所以韩国有吗？有，韩国有吗？会有。韩国有吗？韩国是没有的，这种感觉韩式的，韩式拌拌，这些韩式拌拌哟。他们的你们可以看到吗？这个汤汁，韩式拌拌吃吃，有一点难吃了，所以不要那么试试了，干干的。小龙虾，台湾人炒小龙虾喜欢吗？会有哦，真的，拌拌的小龙虾进去的生的，但是微波炉就换成熟的，小龙虾可能不需要了。拉的死的话，我觉得会有霸哟，会得的还可以 ，CP 值高，所以说8分，8分啊，有一点可惜，料弄那么认真，成本高对吗？很多进去，但是还不错，拉的可以吃都还不错。这边啊，味道是还不错，我这边餐厅去过了，所以我知道这边的味道，所以可以说它原本的餐厅的味道的，我觉得流程也没有。还有最有困难度的话呢，研发的过程很多次想法要改的啦，因为成本的关系，大量生产的时候有一些影响到的感觉，它的味道大概7分，不会难吃哦，不会难吃。但是台湾的我们的粉丝们都怎么感觉的角度来说的话，我觉得CP 值不高啦。台湾韩式菜，韩国没有那么多的酱，你看很多的酱，还有炸鸡，challenge 哦。你们问我这是韩国菜吗？我说不是，炸酱面线对吗？你们喜欢的很多火腿炸进去的感觉，还有螃蟹酱一点点拿之后，哇，这个是台湾的炸酱面线哦，所以这个感觉是我现在看这个的感觉的意思啊。哦，里面有泡菜，不好意思哦，炸鸡和泡菜哦，我觉得，不要说话，这个是 culture shock， 我应该不知道这怎么说啊，太咸的里面。台湾的喜欢的菜做的话，味道也调整一下嘛，台湾的喜欢的口味。看起来你们想要调整台湾的，但是口味是韩国的，但是韩国也不会那么咸，你搞得我好乱。我有点酸酸的。泡菜油，等一下。他们用的是醋辣酱，我们不会用到拌拌里面，可能面里面用到，但是拌里面没有醋，混着这概念来说有一点哦，做什么东西啊？这样子感觉一个圆好了，之前没有吃过的味道会出来。OK， 我们猜下一个是吃面一下啊。那个没有打分数，来这个吗？那就不好说啊。师傅，我就问他跟 Seven 这个选哪个？破灭啊！我觉得观众也好奇，如果世界末日来了，对不对？
今天如果你很饿，然后面前就摆了这两个，你问我这样子温度哈，没有没办法撑着，要付钱，一定要撑着。对，要付钱。这边，因为这边贵对吗？贵以外的没有怎么样子啊，可以啊，这个不是钱的问题啊。所以你知道吗？本来要吃饱要开心一点，吃着就压力大啊，这是什么啊？这样子出来的，已经是价格优势，没办法弥补。是是是，所以还是一二三，这样子。这边的三种面 ,7-11 的韩式炸酱面，这个85块钱。第二个是韩式炒泡面 ,79 块钱。这边是 7-11 的中华府泡菜冬粉 ,55 块钱。看起来的时候，哇哦，炸酱面还有不错的感觉哦。一个说的话，这个韩式炸酱面一定需要蛋吗？没有。所以一般的水煮蛋或者荷包蛋。炒小冬瓜啊，没关系的，没关系的。马铃薯、洋葱、肉，尝起来还蛮香的嘞。这个85块，我觉得嗯，味道可以的话，还不错的感觉了。炒小冬瓜，痛里面，而且是甜度在哪里？就糖而已嘛。吃的时候呢，甜度是不是糖的甜度是这样子的，甜这样子。但是它的甜度的话呢，甜甜这样子。这甜度在哪里来的？糖蜜吗？糖蜜，香气还不错，没有错。还有料也对的，肉、洋葱、马铃薯都有，还不错啦，85块钱这样子吃到的。但是一种甜度是不一样的甜度，我冷静一下，冷静一下。还有这个是韩式炒面 ，High Life 他们的东西真的里面很丰富啦，真的丰富的很高、哦，感觉还不错。真的很可惜，他们没有韩式的味道、啊所以他们真的很认真工作，是没有错，真的啦。哦，对，黑门也用好的耶。这个是中华富的，哇，中华富是泡菜有名的公司。你们听到泡菜东坡的话，这听到之后，你们觉得这个是泡菜锅吗？泡菜锅的汤底啊、嗯，是不是？对，我也一样啊、哦，有点累。看见韩式没有错，看见韩式吃起来不是，所以有点东西，有点东西。不是我很 picky 说啊，这个是我不没有这种想法，我真的很尊重他们的厂商呐。但是哦，所以三个你会喜欢？如果世界末日，一个要推荐，要一定要吃。我的推荐是，哇，真的很难，真的很难呢。这里要营养的角度要看对吗？所以我的味道没有。想的话，我会选择这个。下一个。下这次的话，准备三个饭团吗？这个是 7-11 的绝蟹蟹膏。啊、蟹膏的饭团，55块。还有第二个是这个也 7-11 的三元的啊，刚刚吃的里面的。你好像吃到一个便当。哪个？啊，这个是整家的，哎，很可爱耶。这个是。这个一样的意思也对吗？是血蟹。哦，血蟹哦，这是港温多的，港温是韩国一个最靠近北韩的哪边的啦？还有他们是海边的旁边这样子，还有里面是红色跟白色的，是红色的辣的，白色的是不辣的这种感觉吧。这个真的很难做，这个你看那么小的，它打开看看，饭的里面有空气，你看里面有空气可以看到吗？看着饭的这样子压起来之后，变成一张皱了的 S， 黏住模子一样，换成多好吃吗？不会好吃的，黏黏的，所以它是现在太容易也积起来，所以黏黏的，还有血的味道比较小一点的啦。我觉得这个还可以。好吃，有一点点贵的感觉，但是我觉得还不错，我推荐。不是我刚刚吃过的，我再看一下，我觉得味道还不错，里面的料哦和饭的比例还不错。哦，是刚才那个饭直接拿来做玉饭团。哎，不要紧，这个是55块，哪个是99块？不一样，所以我觉得饭团的话这边的话有一点可惜，因为他们的话呢。海苔是这个的塑胶里面，所以拉起来就才有半根混在一起，对吗？所以它是不会吃到饭的水分呐。但是它的话呢，直接碰到饭，对吗？所以时间越时间过，海苔是吸它的饭呐，越吸越紧这样子。所以这种东西
相片不多的原因在这里，这很可爱，可爱是可爱耶。这边端呢，我觉得十分满分的话，这个羊哥多有，我觉得八分以上有哎。啊、羊哥多推荐，我觉得你们有机会的话买吃吃看的啊、哦。加哦，这个是什么？全部加进吗？这个是全价的，这个多少钱呢、啊？49元。这个是哪一个加的？哪一家的？莱尔夫啊，莱尔夫。这个是哪一家的 ？Seven 的49元，所以加钱是差不多耶。Seven 这个量。哦对耶，量不就大耶。还有他的啊。这个是多少钱？42。他的上面有辣椒粉，他辣椒粉用的比较少了。嗯，我先别的吃节目，就这个好了。这个。这 Seven。这个是哪一家的啦？妈妈什么？陈家的一个妈妈泡菜披萨。还有这个是哪一家的啦 ？Seven 的哦 ，Seven 的韩式泡菜锅贴，他们使用韩国进口的中华府泡菜。这个成本表你们里面看的时候呢，最前面是最多的量，他们最里面最多的是什么？咖喱菜，第二名面粉，还有第三名水，第四名台湾猪肉，第五名台湾猪油。还有什么青葱，还有中华府泡菜，用的是泡菜量是不多了，青葱比小量的，青葱是绿色对吗？绿色跟白色，所以绿色一点点对吗？所以它比小一点，仅仅是中华府的 kimchi 的意思啦。对，中华府有点对不起，感觉出来了。这个哪一个哪一家的啦？陈家的，99块。哇，这个还蛮贵，很高，应该。这我吃吃看哦。你们吐司吃的时候最硬的地方是这个边边的地方对吗？哇它很硬。你摸摸看，你摸摸看这个地方，摸摸看，硬硬对吗？硬哦，有一点硬，有一点硬。哦，这味道是还不错，前阵子有一个特别有香气，对我来说还不错，但是台湾的你们吃吃看，它那一片是吃进去是有一个香气，对，香气有对吗？应该会有人喜欢。对啊，我觉得这个还不错耶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颗，哇，很便宜，我觉得这个可以耶，哦，所以他们一点一点泡菜用，哦，泡菜的味道做起来很厉害哦，我觉得这个好吃耶，它皮是超超棒哦，皮的里面，这是辣椒粉的味道，不会泡菜进去，OK， 这个还可以，韩国经过的羊羔，不是一般的羊羔哟。它的寿司的话，基本的辣椒酱里面加鲜奶油，辣有一点点辣，但是有 cream， 大概辣度的话大概六分的辣度，我觉得这个味道是还不错耶。羊羔，羊羔软软的呀，嗯，这其实还不错耶。还有他们的羊羔是面粉做的，你问韩国人，米做的羊羔好吗？面粉做的羊羔好吗？哪一个贵？米是贵的，但是口感现在这边的。面粉做的也还不错啦，吃起来味道跟口感是真的很好吃耶。哦，他看起来不是我吗？对，看看看。对，今天呢其实还蛮多的东西吃过，对吗？你们要做韩式，对吗？可能还是觉得有一些的韩国的味道概念要出来，最少在韩国卖的东西差不多一样的味道，我觉得要做出来，我觉得啦，一般的味道要做出来的感觉出来 ，High Life 吗？他们真的很认真，他们的产品其实真的很大，还有 CP 值很高，所以这个很辛苦做的公司，我觉得还是有机会要再调整一下，我觉得更好。今天吃过的里面，我觉得还不错的产品在哪里？第一名，半糖，这雪糕的半糖有没有？三角半糖，还有第二名的话，它。还有第三名的话，可能它还不错。还有我觉得台湾人会喜欢的感觉会出来，所以我是一个我的感觉都分享我们的粉丝们给他们看看的感觉，不是攻击什么呀，就没有就特别哦，可能调整一下这口味更好的感觉哦。啊，谢谢，感谢大家，拜拜。